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。论到为圣徒捐钱，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，你们也当怎样行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，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。即至我来到了，你们写信举荐谁，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。若我也该去，他们可以和我同去。我要从马其顿经过，既经过了，就要到你们那里去，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，或者也过冬。无论我往哪里去，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。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，主若许我，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。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，只等到五旬节，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，并且反对的人也多。若是提摩太来到，你们要留心，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，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，像我一样。所以无论谁，都不可藐视他，只要送他平安前行，叫他到我这里来，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。至于兄弟亚波罗，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，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，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。你们务要警醒，在真道上站立得稳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。凡你们所做的，都要凭爱心而做。弟兄们，你们晓得斯提反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，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。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，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。斯提反和弗图拿都并亚该古到这里来，我很喜欢，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，他们补上了。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，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。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。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地问你们安。众弟兄都问你们安。你们要亲嘴问安，彼此务要圣洁。我保罗亲笔问安。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诅可咒，主必要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。阿们。